哎，好的，各位大佬，晚上好。那个，我是小冯，就是如果各位大佬看过我在 Facebook 上的一个贴文的话，应该知道我的5051是打过一场万伤伤害的。但是那个时候因为版本过旧，9.13版本打的嘛，所以就是并没有录像给大家分享。不过，功夫不负有心人啊！我在一个老外的一个就是网站上面，竟然真的找到了当时9.13版本的一个客户端，啊，这就让我就是有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场万伤视频。那么废话不多说啊，就是各位大佬慢慢看吧，因为没有插件的情况下。看不到任何的，就是伤害统计和别的数据啊，所以，又因为现在9.19版本的插件根本就和9.14版本的啊9.13版本的不接容啊，所以，打了多少伤害？其实是10400多伤害了，但是就是在比赛当中是看不见的。那么各位大佬多多体谅吧，好吧。当时9.13版本的神车 WT-111 版啊，也没有那个被删掉啊，所以在这个视频里面你们还能看到 WT-111 版的身影。当时的 VK450IP 就是这台小老鼠，也是正面的那个裤裆和装甲也都不是非常的硬。当时这台车真的是很废啊。这一波超爽了，1353。Dostali to.
这时候对面的洛林40T 竟然没有抽我，这是让我没有想到的。我本来已经想好被洛林40T给打个两发的，但是他竟然没打我。哦，不是洛林40T，哦，是洛林40T。当时洛林40T还是九阶车呢。好，抓到了307的菊花，着火，灭火，再着火，哦，这爽。好，洛林40T终于给我向我开炮了，这只有一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回发现跳弹了，这个形势下面啊，其实当时我就觉得应该这把应该已经 GG 了，因为基本上人数上的不占优势，再加上对面已经压得很近了，但是没想到是对面竟然会有一波送人头啊。他们这一波送人头啊，就导致了我这一把的万伤啊，也只能说那个演员演得好吧。不过最后的时刻的小小的微处理也是非常关键。好，又是一个送人头的。他去追我们的46和1390了，不过46和1390的拖延时间啊，也导致了这把其实也给我争取了很多机会了。哦，这时候就很尴尬啊！我想了想，先去把这个 WT 一把给处理掉，否则的话，我就要被包着打了。这个没办法了，赶快上图，换血也要把它换死。这个小地图是9.13版本的，非常老的小地图。当时三发子弹啊，因为打得太紧张了，我没有发现我只有三发子弹了，我还在这里傻不拉几在这里装填啊，这个当时真的是非常尴尬，我不知道，打太紧张了，没有发现。我也想去打那个4005把他干掉的，但是 T 十把我给打掉了。哦，这一发的断旅啊，非常的关键啊，非常的关键。没有这一发断裂，我就 GG 了。好，赶快寻找掩体。好，这 T 十还真傻，就直接这样打上去了。我没想到405不知道我还一发子弹。好了，这把就最后就是一挑四成功，然后伤害打的伤害就是那个我在别的网站上弄到的数据啊，勇士伤害手 N 牌打了10401伤害，六个人头，1583裸金。
基本上只把子弹都抠光了。击穿率嘛，也三七三七穿三十三，也不是非常好了。